好，下面呢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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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搣翻过嚟啊！好，咖啡呢度呢度，加快一点，加快。那在教育女儿方面，会不会也教育一下她，就是要计划自己的人生啊？好像做一路前啊这样子。哦，女儿方面她还小，她从来就没有什么计划可以说。我老问他想要修哪一科，他都想不过来的。他每天就跟比起我小，我年小的时候更没计划。可能是，但是对我来说，我看年轻人，我觉得还可以的，因为现在的他们应该是去认识多一点新的事物，然后去探索探险多一点的事情，不一定做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成年人所定义是对的事情，所以我还是支持年轻人能够有一个。动力去探索自己的成长的历程。那其实你自己会不会就是比较给他压力，还是比较放松的家长呢？我表面上是很放松的，其实内里就特别的耍手段的去希望他们能够顺从我的想法去发展，但是我觉得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我还是。暗傻手段去希望他们跟从我的想法。那